岁金马影后贾静雯育有三个女儿，她近日登上大陆综艺节目《乘风2023》，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另外，她最近适逢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她的弟弟卫斯理特别在社群平台发文为妈妈和姐姐以及老婆朱心怡庆祝母亲节。她同时曝光祖孙三代的全家福照片，从她分享的照片中可以看见一家人开心团聚在一起。贾静雯的妈妈和小女儿波妞手上都拿着一束美丽的花朵，画面散发着温馨欢乐幸福氛围。另外，特别引起关注的是7岁步步留着一头飘逸长发，身穿一套牛仔服装，看起来不但长高不少，而且完全遗传到妈妈贾静雯的高颜值基因，越来越漂亮了。